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魅力找理哥，一面设计脸猫，我是阿哲。今天我们要来教大家怎么安装 Aether Mode 天堂模组，而且是用那个我觉得是全世界最快的方法，而且也最合法，应该啦的那个方式安装。首先，你看到这个就是那个一般的 Minecraft 的画面，就是1.4.7的，就是完全没有动什么东西的。然后我们来开始安装吧。首先呢，就是先下的这个程式，就是我有跟你就是，请看下面的网址，就是这一篇，然后按下去呢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下载的地方，就是我做的那个中文化那个懒人包吧，应该算极度懒人包。然后你去按 download 就可以 download 下来，然后 download 下来呢，你按这个就是把它开起来，很简单嘛。然后这边就写了一坨拉苦的字，可是有些很重要，就是。那想看就看一下吧，就 Minecraft 版本就1.2.5，这时候应该会有人说为什么是1.2.5而不是最新的1.4.7？我就跟大家说，就是最新的 Aether 版本，就是这个版本，它最新也只支援到1.2.5，就是你直接装上去，它就直接降级，把你降级成1.2.5，所以也没差啦，我是觉得没什么差。然后下面就是有 bug，就是我之后再为大家一一说明好了。这些目标胶夹其实应该就是正确的啦，你就不用去动它了。那我们就直接安装吧。非常快的，它就安装好了。那我们就马上开启 Minecraft 吧，是不是超简单的？然后这边你看，就是马上变成天堂了啦，真的超快的。然后1.9其实都没错，就是你平常看到我的，就是玩游戏的画面就是这样子。然后音乐也出来了，那我们就先创造新的世界吧。然后之后就一一为大家那个说明，就是 bug。那就等他一下，出现人就是一般的天堂世界，大家都知道。然后我们回到标题画面呢。就是，我们再重看一次，就是你可以看到，就是你如果新的任一个世界后，然后你再进 menu，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画面。我们等它跑一下哦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，就是它就是展你目前的那个地图，是很美没错，可是你会不会觉得它有点钝？不是有点钝，是非常非常的钝。这时候就是解决方法，就是按这个旁边的 T 和 W，就是你按一下，它就变成这样了。哦，音乐好大声哦。对啊，然后它就变一般的背景了。然后 T 就是比较一般，就是这个 Minecraft，所以就按 W 就好了。啊，再按一次，再按一次，它怎么变这样了？好，就这样。然后我们就进新的世界嘛，就是什么都没有动。然后这时候你按一的时候。你就可以发现它的头不会动，不会跟着滑鼠动，而且它有时候头会歪掉，就变很像头扭到那样嘛，有点 ridiculous，超奇怪的。然后，而且我帮你装的就是自动把 NEI 装上，贴心哈。大概就是这样了。进天堂应该就是没问题的，我们就进一下天堂吧。在哪？天堂传送门直接按了，不管了，就是直接进去嘛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好慢啊，等一下吧，我应该不会就是。直接玩起来吧，当然不会。然后这个声音是就成就的声音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这个算是蛮成功的，就是来装我那个，就是你下载，马上就是下载好，然后就点一下安装，等几秒钟就可以看到，就那个活生生的天堂嘛，就是。就有天堂可以玩了啊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
好啦，我们这次的介绍就到这边结束啦，应该是这次的教学啦。啊，然后他又开始那个了。好啦，我们这次的教学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好啦，那我们那个了。好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